领域上，那我们是台北市政府也组织了一个专案小组，开始进行调查。在我们调查之后，你知道，我们有重新设计，关于这个轴心重新设计，那也重新制造。事实上，我们后来就到法国在做，那在空运来台重新组装。那我们18列列车哦，36支的轴心全部都更换。哎，那所以这个是特别在这一次车上加的。